将军他们快要动手了，小心别伤着百姓。好。抬起你的狗眼看看，不要以为你们把这块地儿占了，就可以在这儿杀人放火，就能吓倒我们中国人。爷爷，我还告诉你，早晚有一天，你们都得死在这儿。爷爷，我下辈子还要杀鬼子。少剑哥，你可得想好了，真的要这样做吗？城门，我怀疑是要接应袭击我们的敌人，部队集合，向木门城门出发。好，等一下，这个死人怎么办？死了就没用了。将军，是下胖子。胖子没有死。田路，你还记得胖子心脏的位置吗？长日右边去了。猴子，胖子没有死，他的心脏长在右边了。
少佐阁下，城外什么情况？县城外遭到八路的袭击，我已带人赶到城门。多少人？根据观察和枪声的频率，应该有很多人。这么说，他们果然出动了。少佐放心，县城外的土八路已经被我军火力所压制。非常好，藤堂君，一定要咬住土八路，我会立刻派兵增援。兔子哥哥，撤退的时候埋下地雷，无法通过，我们在扫雷。你是白痴啊！等你扫完雷，太阳都已经下山了。我们可以扫过去，冲过去。对，很好。你走，你走，看看有没有地雷。你走，不要！少佐，彩啊！这下不敢追了吧？撤！有地雷，撤去！扫雷组，撤退的时候埋下地雷，无法通过，我们在扫雷。你是白痴啊！等你扫完雷，太阳都已经下山了。我们可以扫过去，冲过去。对，你走，你走，看看有没有地雷。你走，不要！少佐，彩啊，彩啊！不要我！睁大你的眼睛看看，哪里还有土八路？这么说，土八路还是跑了？这是我太无能了。不要太自责了。我是你的哥哥，也是你的指挥官。竟然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高估了你的能力，责任在我。大哥，从现在开始，任何军务你都不得插手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个月之内，若是再不能修好铁路，你就收拾东西，滚回神奈川去。大哥，大哥，我没有你这样没用的弟弟。追不追了？所有人，跟。
跟我去鬼头沟。嗨，少佐，八路去鬼头沟了吗？还有什么八路？去鬼头沟修铁路。嗨，是少佐。工程兵，小鬼子不上当啊！啥呀？肯定是你没买好，你滚犊子！哥别吵了，要真这么好糊弄的话，咱也不会在吴刚手上吃这么大亏。炸弹他们一定会拆掉，只是时间问题，关键是他们要用多久。警戒，继续排雷，冲锋队跟我上。兄弟，这样都往上冲，他妈的这是不要命的主，怎么办？往死里跑。刚才通讯员来报，田团长那里的突袭也非常成功。
太好了，打得好。嗯，是啊，刚才通讯员来报，田团长那里的突袭也非常成功。好啊，要是没有田团长的相助，我们还真是做不到这么遍地开花。回去代我谢谢田团长。好的，我一定代到。团长。团长，肖俊哥呢？他在山里打老虎呢。这么刺激的事儿，我又错过了。行了，相信小鬼子很快就会回援的。啊，咱们也该撤了。阁下，县城周边的据点受到攻击，请求协助。哪个据点遭到攻击？这个。说。根据得到的情报，所有据点受到袭击。少佐，我们还是赶快回防吧。土八路的破枪烂炮能有什么威力？让县城的守军先顶住，我收拾完这些土八路，马上就赶过去。加快搜索，他们肯定就在附近。萨克塞。什么情况？报告大佐，最新消息，县城附近据点遭到八路不同程度的袭击。所有的据点？嗯。武刚的部队呢？还在山区里。难道是八路军想趁县城空虚的时候袭击县城？命令武刚立刻回防。嗨。怎么了？五原大佐来电，命令我不立即撤回，防止敌人偷袭县城。大哥怎么就这么不相信我？怎么回复？还能怎么回复？知道了。今天算你们运气好。收队。少佐急电，怎么说？说是知道了。他知道了？他知道什么？如果不是他执意要和八路一战，县城怎么会后方空虚？告诉他，就说是我说的。如果不立刻回防，县城有了任何差池，军法处置。嗨。说，五人大佐再度来电，他说要您立即返回，不然的话军法处置。返回，返回，返回！一句话要翻来覆去说多少遍？哎，将军，这次让俺来，你说打谁？就打那个通讯兵，就是背铁盒子那个。哎。巴克阿罗，几个土八路竟然敢这样挑衅我！大哥，咋样？很好。进来干啥？跑。少佐，少佐息怒，五人大佐命令我们快速回防，这是担心你的安危啊！能有什么安危？他这不是在担心我，是在侮辱我。不就是个县城吗？好，主力部队返回县城防御，你带兵跟我接着追。
今天不宰了这几个土八路，绝不回去。兄弟，兄弟，不行了。你们呢？哎，那就之前猛练过一阵，现在就是半条命了，再跑真跑死了。小军哥，前面就是黑风谷了，咱们要不要过去喝口水歇会儿啊？走吧，先去黑风谷。哎，走吧，快走，快点。哎。大哥，我听说八路主动出击，二哥现在怎么样？八路突然出现在县城周边，我已经命令他立刻回防了。快，马上带发条电报给二哥，跟他说千万不要分兵，小心被袭击。我估计是八路的阴谋。这地方不错，山好水好。我们觉得这儿不错，小鬼子也会觉得这儿不错。等他们追上来以后，一定会在这里休整。士兵经过长途跋涉，体力严重匮乏。我看这儿也没什么危险，我们要不然就在这里休息休息。地图，地图。我们现在在哪儿？不清楚。打开了，原地休息，原地休息。动作异常，万一有什么意外，我这里随时需要你。这些都不重要，我只知道这么久还没二哥消息，二哥肯定出了问题。你不要派兵是吧？我自己去。他带了这么多人，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也只能说明他自己无能。
许久的时候了。终于找到你们了，所有人请进，请进，准备进攻。俺们快报销！胖子，你这雷埋了多少啊？哎，全埋了。你，认识我吗？白给了，白给了。每天都想着你，很快我就要送你们兄弟三个在阴曹地府里团聚。所有的县城、据点、树林里的伏击，都是假的。我早就知道了，不过你们已经晚了。
天照计划已经万事俱备，你们必死无疑。我二哥武刚少佐呢？少佐他并没有和我们一起回房。他在哪儿？告诉我他在哪儿！少佐，无人大佐让你回去。我警告你别来往，下级我对你不客气。不不不，刚刚得到确认消息，武刚少佐已经为天皇玉碎了。要报仇！我替你报仇的，三弟，你不要难过。二弟是为天皇陛下玉碎，是我们铃木家族无上的荣耀。天皇陛下，大哥，如果天皇陛下爱惜自己的子民，会让将士死在异乡吗？你给我站住！你想报仇？知道仇人是谁吗？如果你胆敢轻举妄动，坏了我的天照大计，我唯你是问。三弟，三弟。